按照市委政府的部署要求，我委对标最高最好最优，牵头迭代升级营商环境改革。1.0 聚焦行政审批领域简政放权，2.0 聚焦重点领域实施了指标攻坚，3.0推动行政审批跨部门的流程再造，4.0以绣花的功夫全方位提升政府的服务管理水平。通过努力，广州市的营商环境改革获得了市委各界的广泛认可，而且通过了持续的深化改革，广州连续2年在国家营商环境评价中排名前列，全部18个指标均获评全国的标杆，全市的市场主体突破了300万户，在税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到了330家。目前呢，我们正在抓紧五化5.0的改革，将以激发活力作为主线，充分把握国家营商环境4.0城市这个建设契机，来达到全球卓越的机遇竞争，吸引各类市场主体、在税投资新界共同推动现代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出行。